欠我们老大的钱。这没你什么事，小子，想活命就给我滚蛋，知道我们老大是谁吗？我平时不爱多管闲事，但看不惯你们这样欺负人，有种就冲我来吧。好小子，跟我玩，你们两个给我点他。是。神哪、啊、赐予我力量吧，这世界不能没有维护正义的英雄。呀！看你还敢逞英雄。小子，跟我玩？你拿什么跟我玩？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。蠢猪，你上当了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哈哈哈哈。啊？爸爸，我已经不小了，为什么你不教我武功，害我总被人欺负？儿子，你天生身体虚弱，患有心脏病，医生说你不能习武啊。为父也希望你能继承我们林家枪法，将它发扬光大。可我不能害了你呀、啊、儿子。那我真的以后都不能练武了吗？我报效国家的理想难道就只是一场梦吗？其实读书也一样可以报效国家呀、啊。不，我不要读书。儿子，为父真的搞不懂，难道读书对你来说真的这么痛苦吗？也许你永远不会明白，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，即使像为父这样有着一身的武艺，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。练不成武功，以后就得老受高衙内那帮混蛋的欺负，将来也不可能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理想，就像个废人一样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孩子，别说傻话。谁？是谁在说话？我是神仙姐姐。哇，好漂亮的神仙姐姐。孩子，其实你很有天赋，并且诚实勇敢，只是你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，相信你的价值，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男子汉。可爸爸说我有心脏病，不能练武。我告诉你，孩子，想成为强者，只有靠自己。我相信你，记住，你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。神仙姐姐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嗯，加油，孩子。